来去听学生的死亡期末报告了，拜拜，拜拜。阿长拜拜，我要下要拜拜拜拜。我估计快到，应该一点吧，看状况啊。如果斗阵凑不到五个人，我就继续玩。那款是什么？很像那个吗？像素的农场吗？很像牧场牧鱼那一款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不推荐啦，因为那个有一点3D 晕吗？看你们，搞不好你们喜欢啦，我是自己买了，但是就是不会再开了吧。哦，对啊，这一款你们可以买啦，只是我应该不会玩的吧。这样挖到一点哦，当然不可能啊，傻了吗？等一下先把一些路铺出去吧，不然木头很危险，再加上那个这样子往下跑有点不方便，所以应该暂时再把鹅卵石制造机改到楼上。哎，也不用啊。等一下，我在玩观众传说，我在玩弓箭传说。等一下，拿错武器了，傻眼！他们有兴趣啊？那可以啊，有兴趣就可以玩啊，因为它里面有物价系统啊，它那个会随着物价变动。好像是啊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啊，眼前立即在哭哦。那个八七是说我带错武器的八七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做了什么事情？我要想哎、欸，我到底要把卵石制造机盖在哪里啊？
那往外扩的话，我还要做火把。上面留言哦。等一下哦，哎咻，觉得还是别动好了。我可以烧这么久，我是白痴哦。他们都在上课哦，对耶。好吧，那我只好继续玩了。QQ， 哎呦，这么快 ！QQ， 看一下要换什么。沙子，沙子能干嘛？做玻璃，还有能干嘛？苏俄兰新疆铜。哦，这边是比较快速拿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也还好啊。有没有？突然想到，哦，还好有土，浅绿色染料。那仙人掌哪里来啊？Excuse me， 我没有看到仙人掌啊。咦？还是我现在观念有错吗？仙人绿色染料应该只能用仙人掌吧？哦，白痴哦，这边有得换啊，哭哦。欸，那不对啊，我还是要一直在弄欸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我的石头要非常非常大量欸，傻眼，就到头来还是要挖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要继续挖了，我真的要挖到一点哦，不是吧。再摔啊！再摔啊！摔死你啊！假西龟，
没有，主要是因为用鹅卵石补的话很丑，所以才用烧过的石头。不然我可以不用理会外观多好看，我们就丑下去就好了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挖。那你们继续打字，我看你们打字，再回答你们问题。还是要换游戏啊？我觉得麦块晚点开会比较好。是可以偷丢一些观众福利啊，比如说等一下限时三场谁是杀手。哇靠！不是啊，不好意思。你当他们真的是乖小孩，不会看台吗？是会看台啦，但不会知道我的职业吗？没有啊，玩那种。只要跟观众玩那种会有职业需要杀戮的那种，对实况组一直都是很不公平的啊。像玩奇乐啊、狼人杀、啊、那些，你也可以假装说你不知道，曾经就是有啊。那时候我有开台，然后啊不是，那时候是 Amigo 在玩那个，就是你出一个人名或是事情。然后大家轮流猜对方猜的是什么，那就有人很明显是有在看台啊，怎么才两三回合就知道答案是什么，那就是很明显啊。大概要四把稿子坏掉的弓箭传说才打得完一关呢。带错武器啦，傻眼。这种人抓出来编掉，编不掉啊。那个是阿米狗里面的人呢。没有啊，其实。或许他真的是很强啊，刚好猜到。可是真的是太强的那一种，你知道吗？不禁让人怀疑。就比如说，好，你的答案是棉花糖，你总不会刚好是说，请问是吃的吗？然后再就问说，请问是？那种什么原油会有的东西吗？有没有？那再就是，请问它松松软软的吗？这种都是已经是知道答案，刻意往方向猜的那种。恭喜鸡蛙哦，欸。昨天你们找我那个煮菜的时候啊，我已经快睡死了，然后 HTT 又一直敲我，然后想说去洗个澡，然后回来就看到好像你们就满了，我就跑去睡觉了，整个好像被 HTT 耍的一样。
像之前不是不开奇乐台，是我开奇乐台太麻烦了，我要开一个观众那个什么观众视角的一个页面，然后要开自己在玩的页面，然后每次只要结束后还要再多按一次那个观众视角页面，不然每次你们都看到说积分是排谁跟谁这样子。不是不玩，是真的整场下来太忙了。然后而且一群人在通话里面又更杂乱，因为其实来说应该都要用打字的，不能用讲话的。那是因为一玩在一起是没差，如果真的要玩的话，理论上是应该都要用打字的。他以为你前几秒说要睡觉，之后就睡着了。哦，是啊，我是说我快睡着了。他就是说我从玩个一小时就好了，那就只是离开去洗个澡，回来就看到你们开始了，然后就去睡了。好了，弓箭传说划完一场了，哇，打太久了吧？这天，我换武器了。其实也没多久，就有人网路炸裂啊、哦！真的会挖到一点，会啊，一定会啊！挖到一点再做其他事情嘛。有人玩弓箭传说吗？有的话可以回来继续玩，或是再来玩哦。因为现在关卡难度有稍微调低了，所以会比较好拓关。那再来就是有可能，不是有可能啊，有公布说会新增连线系统，所以可能我们可以一起连线来玩咯。这个是 GIF 没有啦，你有看到 GIF 的稿子耐久度会像下降的吗？那这个 GIF 做的真烂啊！哎、欸，维尼，嗨，玩过一下下删掉，好啊，会删是正常的啦，因为前面是蛮好玩的，可是玩到后面会很无聊，不是无聊啊，会很。会有那种有乏力那种的关卡破不了的难过感，怎么前面做得顺顺利利的，后面却透不过了？你一直都在，我以为你跑去打肉盾。我想说刚刚如果提到说想打斗阵，阿妮也没有讲话。
然后而且你的准度很强耶。其实这几天看你开斗阵台，有看到你的准度都还蛮准的耶。至少不是只玩那种不需要准度的补师，像安娜，看你玩安娜就蛮准的啊。没人跟你打就不打，那我跟你打嘞。观众也可以一起玩，玩什么？没有，我是说那个啊，那个叫啥？弓箭传说啊。如果之后有出连线的话，我应该就会跟你们玩吧。因为我也是，没有，我现在现阶段要找到一个让我的手机可以直播的游戏。就是我现在原本的那个荧幕分享的装置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好卡哦，用起来超卡的，所以就放弃了用原本的程式。然后但是用苹果录影大师直播的话又很卡，所以就让我更放弃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练和尚啊！我觉得和尚很猛哎、欸。前天呢，因为我其实都不怎么爱玩辅助啦。你看我那天玩了一下和尚，其实很强啊。就原式开大或是有些致命招的话，你和尚就是进去逛个圈，补量就突然金牌了，而且又没有人会死。啊，露西欧极大的就有点慢，而且我看国外露西欧玩家都是当输出在玩，都没真的在补，所以有人玩露西欧的话，都要有莫伊拉或者是安娜补，补量比较高的在补，啊，露西欧就是帮忙去抓人，然后反而是看国外莫伊拉都没有在玩输出、欸，最近都在看斗阵的、啊，主要是看那个谁，仓鼠跟太影的。然后露西又是突然这几天才看到的。和尚超不准，不会啊，你和尚只要挂到球就是队友，只要会挂球就是交给队友的、啊。而且球挂上去血量真的是用喷的、欸，超恐怖哎、欸。曾经什么？双凳真的不推荐和尚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你是说敌方双盾吗？还是我方双盾？因为那一场我记得是 Diva 加那个吧，那叫什么？一个光脚丫阿北。洗什么勾勾？西格玛，对对对对对。不是啊，因为主要也是刚好对面有玩原氏啊，啊我就选和尚在玩啊。对面双盾，曾经的你很可爱。半藏。我忘了哎、欸，我等一下翻记录档，因为那一场我和尚真的是玩的真的啵啵棒，我前天玩的啊，还遇到关那个嘛，遇到粉丝，
因为没办法，慈悲只能单补啊。虽然有复活啊，可是单补对突然灭团来讲，很容易被灭团啊。虽然安娜也是啊，也不算啊，因为看国外很少再出慈悲的啊。斗阵怎么玩哦？就杀人站点，杀人站点，杀人推车，这样而已啊。对啊，所以看艾琳他们都玩慈悲，我就觉得哇，完了，这被灭团是很惨的。也没有说玩慈悲不好，就只是很容易一波就不见了。结束了，十二点半了，哎呦，好了，那我们再来就是，哎呦，把石头烧一烧，再来做火把好了。在聊斗阵吗？对啊，没有，也不算在聊啦，就只是在讨论。哇哇哇哇！差一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全部换了啦，然后再换这样子。好，二十四组。然后我还要做。稿子，而且我看那些。国外的那种前五百名的那个斗阵玩家，怎么真的有一个专门补人的？另外补师就专门在那边输出的，我觉得哇干，他们怎么补得起来啊？神仙哦！就每次都看到，就是我像我刚刚讲的啊，露西欧就是经过一次会战，然后对方团灭之后，他的能量才16%而已，这样子，就是。都没在补人的露西哦，就只是在放个加速去骚扰别人这样子，然后交给另外一个补师。我觉得，哇靠，那露西哦太猛了吧！啊，他真的有做事啊，他就是去抓夺命女跟半藏那一种的。我觉得哇，太猛了吧！然后，所以我有一阵子蛮想玩露西哦，但是玩不起来，又换掉了。对啊，就突然看到什么斗阵，然后写个500，然后就点进去看，然后那时候看到一个很白痴的，就是一个原始的操作。那时候我有分享给艾琳他们看，我说这原始的操作前500名，这是我的操作吧？这么烂欸。而且现在真的不想玩原始了，现在那些新的角色出来。感觉都对原氏很不利啊！像什么很多哎、欸，早期那些英雄，我觉得没什么可以针对到原氏，我就玩得很开心。可是后面从那个骇影出来开始，我觉得，哇，我怎么踩到？还是同一个，气死欸！
而且没掉种子给我，认真。哦。人家可能手感不好啊，也是啦。怎么不然怎么可能五百名欸，原始都在地上走路的那种砍人、欸，一定是我想太多了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找地方盖鹅卵石制造。啊，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切石机？切石机怎么做？这边有没有？为什么都没有解锁啊？列出已合成。哦，还要去查哦，查一下哈。切石，两个石头，一个铁锭。好的，一个铁锭，哎，两个铁锭。我怎么鹅卵石没带呀、啊？而且怎么没叶妹啊？这是应该有叶妹啊！哎、欸，第一次在生存用这个、欸，哎，这怎么玩啊？哦，好棒哦！看一下哦，直接做这个划算还是直接做半砖划算？哦，两个划算呢，哦，那做这个，这个是不是有伤害啊？没有欸，没有道理啊。啊，又要挖矿了。等下一个天亮，去上次前所山花那里散步好吗？完了，不会真的要挖到一点了吧？
挂台外出，先拜拜。好。哎、欸，我每次都忘记那个黑人捕尸叫什么、啊，拿枪的，忘记了，每次忘记名字。哎呦。